台长会上来当场给大家看图腾，如果你们抽到号的准备好，台长可以看到你们过世的亡人，包括你们的未来。但是记住了，台长不宣扬我们看图腾，只是让你们懂得佛法，让你们看完图腾之后就好好的学佛，好好的修心。看图腾就是像一个超声波，像一个 X 光一样照出来了，还要靠我们自己去医治它，医治我们的心灵。好好的念经，好好的学佛，才是我们真正的无上正等正觉。谢谢大家。